嗨，大家好，我是泰山，然后今天我会帮你们教一些简单的法文。最简单的开始，第一是你好，你好用法文是 bonjour， 真的要把那个发音出来，要不然会变成 bonjour， 很重要。如果你要离开某一个地方，那你要说再见，他们经常会说 ciao 或者 salut， 那个法国人他们其实蛮重视礼貌的行为啊，所以你刚开始跟他们讲话的话，你一定要说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是什么呢？ Excusez-moi， 很像 excuse me， 对不对？感谢的意思是 merci 或者 merci bien。 merci 是谢谢， merci bien 是非常感谢。接下来，如果你想要去某一个法国的餐厅吃饭，你一定要会点餐嘛。点餐很简单，你可以说我要这个 ，je veux ça， je 是我 ，veux 是要 ，ça 是这个或者那个 ，je veux ça。接下来呢，如果你想要点一个啤酒，啤酒用法文是 bière。如果你想说我要一杯啤酒，你可以说 Je voudrais une bière。 Je voudrais une bière。 Cheese 是 fromage。 接下来那个面包是 pain， 这个有点难哦，有那个 B pain。 好，接下来还有那个红酒是 vin。 今天的简单的法文课到这边，如果你们接下来想要学更多，或者有任何询问，那随时可以留言。Salut。